注意，注意，注意！各位玩家期待已久的刀剑，哦，不是《幻想神域 Online》即将呢要在7月11号进行精英测试啦。而传奇网络呢也宣布即日起限量发送游戏启动码，并且呢开放了新形象官网。想要进入刀剑，哦，不是《幻想神域 Online》玩家们，赶快上官网去看看吧。由传奇网络一手打造的日系动画风格游戏《幻想神域 Online》，无论是人物风格、故事剧情，还是各场景间的气氛营造，都有不错的表现。在7月11日对外测试前，官方特别释出部分场景画面，让玩家一同窥视《幻想神域 Online》的绚丽世界。辽阔的草原、荒凉的沙漠，还有美丽的都城，这正是人类信仰的圣地，各种族贸易与文化活动的中心——纳维亚圣城。《幻想神域 Online》中有着体型近似于人类幼童、生活在大自然、喜欢机械工程的矮人，他们可以驾驶着自制机器人展开战斗。另外，也有孔武有力、强壮而高傲的狮族，他们遵从封建制度，并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引以为傲，鲜少与其他种族往来。幻想神域 Online 即将于11日进行精英封测，即日起开放限量启动码，大家可别忘了上官网索取哦。